好吧，先解完。怎么办？好，再讲这一次暗混乱，然后暗混乱的部分的话，在这里。欸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看。可是他们有那个啊，这一只啊，你们看到吗？暗混乱在最右边那一只。哦，然后这边大介绍。欸，我虽然没办法给你们看到他的那个，但是我们其实他技能都在这边的啊。然后就是这一只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继续主线好了。这个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跟你们介绍一只东西。然后就继续吧。主线继续刷下去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忘记抽了。